师阿吉赛你好，你好，凤叔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哇，今天要做的家常菜很家常哎，很家常，对不？对，出来对，其实以前都觉得哦，这个妈妈他们会弄，可是我们到我们这边都觉得不会弄，其实应该没有那么难，对不对？没有那么难，没有那么两个配包两条哎，就可以自己做，是了，对不对？今天要做什么呢？白斩鸡，白斩鸡有没有很难？都觉得好难哦。不会啦。听起来就觉得很害怕。不会，今天你用短短几分钟就撇步就教好你啊，妈妈，唔好懈怠。哦，好好好，赶快学起来，这样好像可以省一点。每次为了白斩鸡都买花好多钱。嗯，好来看看，好来，咱来看卖吼。啊，因为咱今日时间的关系，咱无用规只的鸡啦。嗯。咱用两只鸡腿啦。哦，好。啊，赶快真紧做。好。好咱来用规只的鸡是讲初二十六拜门口做生意吼，传生意咱才用规只。哦。啊，咱这凊彩随时想要食白斩鸡，你就买两只鸡腿回来，就照咱今仔的方法做，就对啊。可以自己随时要吃，随时做。就是随时做，马上就到位。你没有撇步，当然不简单。有，我有看到撇步。有，有。但是我后来发现你看波哦，弄。我看不见时机啊，你啊。嗯，哎。到尾还要拍出来。无啦无啦，凤叔，咱讲真经的看播，其实是希望讲咱的观众朋友吼有一份的期待心啦。那印象会深刻。嘿啦，不是讲跳一个，甲你看起来无你知影。就是啊，到时再无甲你很快。好啦哦，啊，咱即摆简单哦，来。哦。咱只两只鸡腿啦，不管你买方啊鸡、肉鸡、土鸡、盐鸡，拢可以。真可以。照大细鸡行就对啊吼。来，咱即摆再传两只肠啊。哦。啊！你只要看这乌白龙骨是啥物意思啊？乌白龙骨咯，哎呀，真好的意思啊！哦，嘿，对呀、啊，很想知道对不对？但你很肯定印象深刻，好不好？你讲，对不？来，啊，咱即摆我这油吼，肯一点嘛对啊吼。啊，不是白斩鸡为什么要油啊？哎，爱吃点嘛油，白斩归白斩，你白斩出来肉还是要有火候的油香味嘛？哦，对不？好来。肠啊，姜插一个。哇，我完全猜错了，我以为是要丢到水里。没有啦，不是哦。插一个，你直接炖嘛是会使啦，不是袂使。但是毕竟家常跟常家都无同款啦。哦。对不？常家就是专门来看博的收藏的专家。哦。啊，跟家常就是无同款啦。好，我们今天要学常家。好啊，其实哦。爸爸妈妈，咱是爱讲笑啦，吼，咱爱讲笑啊，其实也无啥物其他的意思。嗯，你就用一点仔油，啊姜甲葱咧，撇撇的。撇的，啊，这油就香啊。哎，这个油就香啊嘛，吼。哦。哎，等下撇到葱啊，留啊呛呛哦，吼。啊，呛呛哦。对啦，啊，你若今日撇着手，你就挂甲砍起来，这嘛是砍波的之意啦。哦，安尼哦。啊，你都袂撇着手啊。这种砍真好用咧。真好用哦。对。会呛啊，佫袂臭黑哒。啊，佫一砍就知影。对啊，对啊，吼。啊！恁即马鼎挂盖的，即马伫内底当咧饼啊，饼互芳，即两粒八角，嗯，八角一定爱放吼，嗯嗯，好像有吼，有，好放吼。好来，看出来来。刚刚无注意着，我会禁掉。嗯，你个平看麦啊，无声无事哦，啊你芳干咧。哇，好香哦。对不？啊你是唔真芳啊？所以香港卤味的感觉，对啊，香港工作白斩鸡一定爱更导游，对，来，妈妈注意看哦，肠啊拢白加咧黄金黄金有无？哦，有。啊，这个八角伫内底拢煮甲芳芳啊，哦，即马甲等咧水的内底就好啊。哦，没有，今天要最芳的对。天哪，啊，这油都卖落去啊吼。就插在这哎。就插在这里。我们都是直接丢到水里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有吃在锅子里面爆过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对哇，啊，你即马甲品过品过这个清水，这个八角的味、甲肠啊、姜的味都足香啊。啊，咱即马再来做白斩鸡啦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哦。好，啊，你知吼？啊，你这无砍哦？太砍了！即马鸡肉摕起来啊！即马吼，我俩真正是砍薄，结果唔是，你看都砍一个乌白龙棍。来，妈妈，咱注意看吼，唔通直接都弹落来。啊？嘿，好，好，啊，咱即马过来看伊个砍的，即马就会当来讲为什么要砍嘛。即马为什么要砍这两个乌白龙？我来看一下啊。好，你看。嘿，哦，哎，真的耶，啊肉哦，很嫩。好，今仔砍袂见吼，一碗会啉的，一碗袂啉的。重点，重点，白斩鸡何必的头砍波，总算要出现咯。到底一个乌白龙棍？是伫比什么棒呢？皮卡皮波，换台看。妈妈，
有阿金教咱爱甲料成臭香，过来煮鸡肉，安尼再香。不过啊，听讲一个煮鸡肉的方式，毛秘密在内面哦。我俩真正是看过，结果唔是，人家都看一个欧白龙君。这样吼，咱首先搞到行吼，两只鸡腿有无？好，妈妈，咱这都菜市啊买，这是肉鸡的鸡腿啦。嗯，好，肉鸡的鸡腿。啊，这不是老鸡算大细只时间啊？伊都固定，伊都固定，这个腿拢差不多大概200g啊。哦，一支半斤重无啦。哦，来，你有时间吼，来用你的时间做标准哦。哦，来，妈妈，咱出去看吼。哦，唔通直接都弹落来。啊？嘿。啊，不爱豆豆啊弹吗？唔是哦。先让他来一个洗一个三温暖的 SPA， 来注意看规矩安尼哦。哥一个，伊这个皮是拢 QQ 啊 ，QQ 的原因就是门根坑内底毛细孔，垃圾物件，吼伊都拢洗清去啊。第二个，哦两下，第三个咱再扛落来。啊，还要这样子？为什么？对，好啊，扛落来了吼，来扛落来了，我即马这个火吼，甲浸较水，浸较中啊，这个母火安尼。好，小小的。砍！哦，果然要砍。今麦都要砍啊！来，用你的时间给我计时20分钟，摕个这支鸡腿就足水啊！几只嘞？几只差不多要30分钟。好，好，啊，咱今麦过来看伊个砍的，今麦就会当来讲为什么要砍嘛？今麦为什么要砍这两个乌白龙？我来黑个啊！好，你看，嘿，是什么呢？大家猜猜看，这个黑的是什么？哦。为啥？哦耶！大家猜猜看，这两个哪一个可以喝？你若啉这里有海啊，那个咸死，这是鱼露诶。对。对不？啊，这烧酒嘛。嗯。哦，啊来干杯，我干这一杯。鱼露跟应该是米酒，米酒。天上掉下来的美味哦，这样子哦，啊，来吼，想要不要看这两行啊？咱一般咱做白斩鸡一个观念，唔好讲啊，鸡肉白杀。你是收盐吗？无。哦，嘿，伤过废气，你收盐卖生偌久啦？咱这唔免足紧的哦，吼，来，妈妈，你目睭看一下，这是一碗冰角。哎，这个鱼肉咧，甲淋在冰角内底。啊，这是新型的新口味刨冰吗？啊，这个米酒，哈，喝这个水内底吼。冰角即嘛，即个水内底是有淡薄仔咸，对，对不？酒，哦，但是即个咸度还阁无够，哦，安怎讲？我还阁放盐哦，哇，这么多，遐侪咸，啊，即嘛即个作用是啥物呢？伊即嘛见着盐，见着酒了，冰角咧用特别紧咯，哦，咱较等20分钟够了，两支鸡腿夹起来，嗯，甲浸伫冰角水内底，哦，第一只摕出来，热胀一碰碰，嗯，见着冰水。紧缩，啊，就从这咸水竖滴放来啊。哦，嗯。啊，两三个手内底肉都有咸啊。啊，佫真奇怪，经过冰水安尼甲按落去吼，皮会翻脆 Q 脆 Q。哦，对啊，那个等三温暖嘛。对，吼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等20分钟喽。嘿，对。好，稍等一下，20分钟之后，我们要给这只鸡做三温暖。哇，20分钟了耶！哦，超过了。来，你来平起来平。哇，这个汤不能倒掉哎！这个汤要拿来煮那个阳春面。不是煮阳春面，拿来卤芥菜。哦，卤芥菜、挂菜，对。来，妈妈，你看哦，这个皮是不是油油？对耶，而且骨头都没有跑出来。对哈。嗯。来，阿兰今麦开始摇哈。来，我今麦给提来吃。啊，为什么一般人较早拢是烧窑啊，放互冷落去食呀？我这嘛是放互冷落去食呀。啊？小小你要叫我创互你食，我嘛无在条道。哦。好来，等下倒这个咸度的冰到水里，给我冰落来。哦。哇，那鸡我感觉它一直在讲话嘞。他说好舒服啊。真的很舒服。我跟你讲吼，咱下面就水会当倒啊，啊我倒互你食看卖啊，这个时阵。皮开始翻脆，啊，咸度水输入去哦。好来，这就熟了，刚刚好啊，肉还有一点点粉红色，可是熟了，对不？来，用这个要倒不？拍倒，拍倒不？嗯，哦，不可能的啊，哦。还淋一点汤汁哦，
哇，你看他束缚都摊开了。好，多谢。哇。哦。哎，真的耶！都一般人够两个，要问一下什么酱啊，什么这种面啊，那种咸味、鲜味都有了。爸爸真嫩啊。嗯。哇。而且那鱼露的香味，其实在里面淡淡的。嗯。你不知道特别注意它是鱼露，可是你觉得特别鲜香。嗯。啊，肉哦。很嫩，一般来说煮这种有些时候都老了，可是就是要用焖的，因为刚刚几乎是水一滚就焖嘛，我有算了20分钟，哦，所以其实在家做不难呢，对啊，白斩鸡，这就是白斩鸡啊，啊咱卖吃伤咸，这个咸度都多好，对，啊你若要搁吃搁较淡味，你家己再问导游。泡没多久而已啊，对，哦够了，这个咸度绝对够了。啊因为是咱即马伫节目中，咱随时随吃嘛，如果妈妈咱家己伫厝诶咧做，你即马浸落去，明仔载才吃，哦更好吃。哎呦，无虾。像里面其实它有点温温的，因为要刮洗干，对，你要搁较浸落去哦。看来这些糖分有出来啊，对，因为你看皮下骹一定接拢干滴个啊。哇，所以其实也不难。对啊，对啊，只是没有人教，哦，没有人把经验拿出来分享。对嘛，你下次不要再砍嘛。好啦，跟推给。好啦，好啦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今天砍袂见吼，今晚一定没，今晚没见没。一碗是鱼露，一碗是那个酒，然后下去之后加一点盐，对，这样才会刚刚好。因为你加迄个盐的重点就是要变甲羊皮的水分啦，你无掺盐哦，伊会正去啊。所以妈妈，记住在家也可以做，很简单，差不多跟我一样年纪的妈妈们试试看。因为有些时候你去外面买，说真的，你要买一只腿不便宜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可能要贵。你在家里面这样子肉鸡的腿，其实一只成本不高。对啊，这是几十外块而已。对啊，听到我们很心动啊。试试看，谢谢。谢谢。